我国网球好手今天传回了好消息，庄家荣和詹浩晴两人分别在 WTA 的两个赛事中勇夺女双冠军。首先看到詹浩晴，他和西班牙的选手搭档参加在德国纽伦堡的赛事，以直落二拿到女双冠军。而稍晚在法国的史特拉斯堡，庄家荣和大陆的梁晨经过了将近两小时的对决，才在第三盘的抢时惊险获胜。